謝各位咧，又收睇我哋嘅《江山如此多芬》。咁啊，未曾開始節目之前咧，有樣嘢同各位宣布嘅，就係上個禮拜六咧，我哋已經舉辦咗呢個全港狀元嘅爭霸戰嘅面試啦，就發覺好多人，結果咧見唔曬。咁咧就決定咧喺呢一個禮拜六嘅2點到4點咧，再喺清水灣電視城咧再試一次面試，就希望各位咧上一次海泳魚嘅喺呢個禮拜六再嚟過。我哋參加資格好簡單啦，年齡唔拘，性別唔拘，職業唔拘，只要你對國學啦、歷史有研究，就可以上嚟同我一齊研究。學歷其實都唔拘啊。嘅好處啦，係，總之你肯上嚟就得啦。啊，你認為有資格就係有資格噶啦。係啦，嗱，咁我重複多一次啦，就係4月23號，即係今個禮拜六，咁啊2點到4點，清水灣電視城，記住嚟面試啦。而家狀元係邊個仲未知，但我就知道，如果今晚嘅現場觀眾如果問題答得精彩咧，就可以得到第一旅行社送出嘅雙人深圳香蜜湖兩日遊嘅，所以記得積極啊，翻江山玩喎。係啊，同埋咧，記住舉多啲手啊，因為如果答得好嘅話咧，現場朋友咧就可以得到我哋嘅江山如此多芬大獎，即係現金獎3000蚊，希望可以送到俾你。咁呢個時間咧，都應該介紹我哋今晚兩隊嘅嘉賓啊。首先係介紹名人隊，第一位名人咧係黃沾嘅大哥，係一位名報人嚟嘅。佢個筆名咧叫做陳飛，專仔食經嘅。其實咧，佢有好多筆名，佢真名叫龍國雲，龍大哥。唉，多謝多謝。第二位咧，時裝界嘅領袖人物文麗賢小姐 Judy。好有型啊！另外一位又是我大哥啦，名導演冼紀賢先生。藝人隊方面同樣有三位嘅嘉賓啊，阿寶君少龍，越嚟越性感嘅周海媚。哇！咁仲有一位嘉賓咧，就係唱歌好好聽啦，周華健。周華健，好，開始我哋第一回合啊，初試提升。咁就你話邊隊揀先咧？不如藝人隊揀先啦，好冇？藝人隊揀先啊，好啊！嗱，呢度咧有四份：人物傳記、地理交通、社會習俗、中國文學。社會習俗啦，社會習俗。社會習俗，睇下你熟唔熟以前嘅社會啦。係。第一條啦，古時咧所講嘅五金係指邊五種金屬咧？金銀銅鐵石。對。對啦。100分。不過咧，100分，因為仲有講法咧，就係話係金銀同鉛鐵嘅。呢個咧就係《後漢書食貨志》講嘅。但金銀同石質亦都係啱，嚇兩個都啱。第二條啦，係呢條大家睇嘅中醫都或者知㗎啦。以前一般嘅中醫睇病嘅基本原則咧，就係摸、聞、問同埋切喎。咁佢切把脈，把脈。對㗎，100分。請你睇熒光幕，畫面中咧所見嘅日晷啊，係要嚟做乜嘢嘅咧？計時間。睇時間。對。漢朝已經發明㗎啦，幾聰明啦啲中國人。第四條啦。農曆每個月的朔望是指哪兩天呢？15和1嘛。哎，初入隊又100分。好嘢，啊周華健得喎，好嘢喎。壯㗎，壯㗎。係，我諗你識嘅。第五條最後一條啦，我哋話人咧有喪明之痛啊，即係話佢屋企死咗邊位？明。錯噶，錯嘅，正確嘅答案咧，應該係喪子就叫喪明啦。死仔啊！係啊，喪子，你係咪出字答錯啫？做乜鬧人？喪子咁簡直，以後叫温兆明啊！邊個叫我？出自呢個《禮記》啊，就話咧，子下喪其子而喪其命，喺呢度出典，所以後來就話即係。如果不幸自己個仔去咗世咧，就叫喪命。喪命，好啦，咁啊，四條題目答中啊，1400分。好，到呢個名人隊啦。人物傳記，好。人生自古誰無死啊？留取丹心照汗青係邊個人所寫嘅咧？林天祥，我祖宗嚟噶嘛。啊，啱啊！佢係忠親嚟噶。秦末年間，民變四起，公元前206年，楚人項羽咧就進兵咸陽，咁啊殺秦王子英，仲分封抗秦嘅諸將，咁佢自己又自立為乜嘢王咧？呢條係送俾冼紀賢嘅，就住你四楚霸王啦！哇，喂！好啦，有教無類係春秋戰國時邊一位學者嘅主張咧？孔子啊，孔夫子，係有教無類，係希望個個教育家都可以真係做到呢件事幹嚇，100分，係。西漢末年，邊一位外戚散漢而建立咗新朝咧？
新潮。王莽。对，王莽得，又一百分。讲新潮就唔系王菲啦，王莽搞嘅。清初年间有一位明朝的武将，原名就叫做郑森，曾经一度咧据守台湾，对抗满清。咁佢系边位呢？郑成功，你就成功啦。又一百分，郑成功原名郑森。好啦，咁啊，而家睇呢啲分先。名人队咧就1500，嗰边就落后100分，即系1400。咁啊，呢个回合咧就名人队胜出。係單條啫，好快就追翻㗎啦。跟住呢個跟住呢個回合咧就係典故新論啦，就300分嘅可以俾滿分咧。咁就問一個都好多人熟悉嘅成語，雀巢鳩佔。啊，呢個字都好難讀，因為我細個嘅時候有人教我讀第二個音。咁就呢啲唔好講啦。係就究竟啊，而家即係而家個個都話嗱，即係因為。啊！嗰啲溝咧就唔去捉巢嘅，啲雀捉咗巢，咁佢又爆咗人哋啲仔女出嚟，就自己去佔咗，即係有啲強霸人哋個屋嘅意思嘅。究竟呢句成語初嘅時候係唔係咁解嘅咧？或者點解唔用烏鴉啊、孔雀嗰啲嘢咧？係啦，嚇個點解？咁咧就嚇呢樣嘢咧就請。第二人隊，唔該你俾名人隊答先。嚇，咁啊，或者陳飛英講先咧。呢啲行為咧，我哋成日都做嘅。啊？展出我所就唔知。唔係啩？嚇，咁啊，幾年輕啊？就又班啊，又溝啊，又周啊啲，我諗應該都係啲《詩經》裏邊啊，咩君子好逑啊，苗條淑女啊咁啊啲。有四字句，咁啊點咧？即係我《詩經》，但係就。都是照字面解釋啦，即係有啲有雀叫阿班，有隻叫阿溝，有隻叫阿雀咁樣。咁就雀巢溝佔啦，係嘛？問你咧 ，Judy 有冇？都係照字面解，不過就冼幾言咧講得比較 romantic 啲，即係好似浪漫啲咁樣樣，有詩經嘅成，我諗都係咁樣樣。啊，係，好請各位，係可以除咗個耳筒啦。雀巢溝佔，你有咩高見咧？其實我覺得中國人有一種就係比喻，佢即係中意預言嘅，即係預言到咧嚇幾千年後到到現今啊，有一間好大嘅食品公司，咧，因為咧佢裏邊啊，即係話會唔會係比喻佢個生意即係俾個日本人用溝山嘅嚟佔據咗咧？咁係嘛？你講㗎咋？我講過。比如係呢間大公司，即係生意越嚟越好咧，但當然一定有內部有問題，即係你知啦，樹大咧一定有枯枝噶嘛，同埋黑啲。係，華健咧，即係咁啊！小學就學過呢個詞㗎啦，咁好簡單嘅啫，基本上就係雀咯，起雀個雀啊嘛，雀喺屋企度咯，嚇咁啊溝咧嚇就成日走去揾佢坐啊，咁樣唔知點啊，即係佢嬲尾又。但係咁唔得喎，咁落去真係呃咗佢層樓啫，咁即係一樣啫。呃咗佢層樓。棄權，棄權。海美啊，海美，海美。好長進，好長進，係。係。你答咗啦。佢都答咗啦，有冇觀眾要補充喺呢邊？話以前啲人咧，梳個頭咧，雀巢咁樣。咁咧，嗰只溝鳥咧係唔中意捉巢噶嘛，咁樣變咗咧，佢就會瞓咗喺佢嗰個頭髮嗰度，就唔肯走啦。生埋蛋添。其實呢個雀巢溝佔呢句説話咧，原出咧就《詩經》嘅《趙南》嗰個《雀巢》篇嘅，就話為雀有巢，為溝居之。本來嘅意思咧就一啲都冇貶義嘅，佢就先嘅注咧就話解釋注解個傳嗰度解釋咧就話嗰啲雀咧就係識捉巢嘅，溝自己就唔識捉巢嘅。咁咧就成日咧就係佔據咗人嘅巢。其實個比喻咧係比喻當時嘅女仔係冇生產能力，而家嫁咗俾個老公有屋住啦，咁解就係咁解嘅啫。咁就好簡單。咁就如果講分數咧，好遠喎。不如都係打和啦，即係大家。哦，呢一呢一個，我以為你答得好好噶。呢一個打和啦，係嘛？即係大家都冇分啦。咁啊，即係
即係1400到1500啊！你答得好長，我冇事。但係咧，我哋睇睇總括嚟講嘅分數啦。藝人隊咧就係1400分，而名人隊咧稍稍領先100分，係1500分嘅。廣告翻嚟之後咧，我哋仲有問誰領風騷，即係帶你去遊浮嗰個環節啦。我哋廣告之後翻嚟見啦。好啦，而家有我哋現場觀眾答問題嘅時間啦。今日嘅問題咧就係曬毒情深呢個成語咧，係比喻爸爸媽媽對子女嘅無微不至嘅愛啦。咁個曬毒嗰個毒字係乜嘢解釋咧？一、二、三，好快，好快啊！你係牛仔嚟嘅。一錯係牛仔嚟嘅。咁啦，又到到咧第三個回合嘅問誰領風騷啦。啊！睇下今次咧，輪到邊度嘅風光，咁就照例係錯強扶弱，就俾你哋答先。啊，海美，請你撳撳個省份嘅燈。嚟啦！撳。係北京市，請各位睇睇熒光幕。北京市位於華北大平原嘅北方，係全國政治、經濟、交通同埋科學文化嘅中心。北京城嘅故宮。以前叫做紫禁城，是明清两朝的皇宫，占地72万平方米，里面的宫室一共有9999间半，每一间都是华丽堂皇，气派不凡的。而其中以中路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最为宏伟。故宫的墙全部都是红色的，象徵住幸福喜慶，而屋頂嘅瓦就採用黃色，表示皇帝嘅尊嚴同埋權威。另外，宮殿周圍放置咗308個銅缸喺度。咁究竟呢啲缸要嚟做乜嘢嘅呢？你哋有冇去過北京啊？有冇見過啲缸啊？有去過啊，有見過啊。冇數過係咪308個？係呢個肯定係數過嘅，係絕對係數過嘅。但係問佢。不是問佢數目，係問佢究竟要做乜嘢？呢一題有冇創意分㗎？都有嘅，因為當地嘅衞生環境唔係幾好啊。嚇！所以咧，咁你要洗手嘅係嘛？咁入邊就有缸水喺度啦。啊，有缸水咁啊，金盤洗手，因為係金色㗎嘛，個盤係嘛？我係諗可能係因為即係中意好淡啊。因為皇帝不會隨時睺中邊一度噶嘛，佢個方向一呼咁，可能是但梗有一個中啊，308個都冇一個中。大談官啊！哇，嗰啲係方便俾人去祭祀嗰陣時候去即係許願啊！唔係啊，許願啊，祭祀嗰啲方便，即係嗰種。後邊啲觀眾嗰陣時啲人咧就驚有火警，所以我嚟儲衰嘅，即係不時之需嘅。特級獎品。我知啦，英女王的皇宮咧，因為冇整呢啲咧，就燒咗啦。中國人好醒目。咁即係我答啱咗啦，係咪啊？即係白金皇宮嗰啲就啊，呢個白金皇宮冇燒到，燒係 Windsor 啫。燒英女王嗰、那個，啊、因為冇嗰啲。究竟係唔係咁解嘅咧？大家睇睇嗰個答案啦。其實呢度啲缸，古時係要嚟儲住啲井水，萬一皇宮火燭，就用呢啲水嚟救火嘅。咁另外每一個缸嘅缸底都有一個灶。冬天的時候就點起火，咁嗰啲水咧就唔會結冰啦。呢位觀眾係全對嘅，咁即係我答啱咗啦。我係即係廁所用嘅水啊嘛，頭先。但係人哋救火喎，井水又救火嘅喎，都係救火啫。咁樣都俾得翻你，雖然呢分係呢條係200分，一條嘅都唔俾得翻啊。收一百算啦，冇分啦，收一百算，拉平一百算啦。你係想引誘我啊，定想利誘我咧？我話俾你聽，我係好獨裁嘅比分，話唔俾就唔俾。有冇？名人隊。又請阿 Judy 撳撳燈，我哋睇下揀一個地方先。山東省，山東省位於華北平原東部黃河下游，因為喺太行山以東，所以叫山東。由於山東省嘅天氣對棉花嘅生長非常有利，所以呢度嘅棉花產量佔全國嘅第二位。當一大片棉花田成熟嘅時候，農民就會將佢哋摘落嚟曬乾，然後就會運到去棉花收購站出售，
嚟到换取一年来辛劳嘅成果啦。除咗棉花之外，粟米嘅产量亦系非常之多嘅。农民趁住秋高气爽嘅时候，将粟米晒干，然后咧就攞去磨粉、榨油同埋饲养家畜。而农民亦都中意将粟米粉做嘅单饼，用铁板整熟，连生葱一齐食嘅，味道相当唔错噶。另外喺省内，有啲人将高粱放入一个好大嘅器皿入边，咁究竟佢哋做紧乜嘢呢？名人队，酿酒，我谂系高粱酒。酿酒，酿酒。飞哥，你觉得讲得啱唔啱？系酿酒。蒸酒啊，蒸酒。蒸酒。几年轻啊？咁兩個都講釀酒，咁啊諗下第二啲樣嘢啦。我諗攞嚟喂豬，喂豬養即係高糧嘅糧食喂豬，誒即係嚟攞嚟整爛佢啊，拆一劈劈咁攞嚟喂豬。好，又平又慳錢。周靜，睇下啲觀眾有冇舉手啦。我哋俾馬食嘅可能煮熟咗之後咧，喂馬我哋。究竟係喂咩咧？我睇到係喂人嘅多啊，睇睇先。其實個器皿係一個大蒸籠，而他们正在蒸制高粱酒，将高粱煮熟，经过120日发酵过程，跟着放入蒸笼，由漏斗将酒的蒸汽抽出，再冷却变成酒，然后再埋在地下收藏，酒放得越耐就越顺。好嘢，既然其实是识的，他那个就是整多些娱乐啊，成分出嚟啫，咁啊呢條200分咧就唔走得噶啦，名人隊。滿分啊！系名人隊。好啦，哎，仲有高粱梗係做酒，仲有機會，咁你及唔到喎，山東省咁啊冇得傾嘅喎，嚇周華健呢樣嘢。好啦，到我而家撳一個俾你，好啊，俾你答先啦。係咪搶？係唔使搶答，我俾大先，睇下邊個省先，江西省。斤要争一斤，9999系点啊？长长久久嘛，好似江山如此多分，长做长有。咁天师殿都系想咁样。好，咁我哋又整个钟啊，又9999斤嘅人吊住喺度啦吓。周华健，嗱，你又而家有机会答啦。唔可以犯上啊！唔可以犯上，系冇错。你加埋个斤里边一万咧，就系总之即系总之万岁啦，系啊，系冇错，系咪啊？咁样啊，系啊，万斤岁啊，系咪咧？系啊，海美，你讲咧点啊？诶，我讲咗，我赞成系长长久久，即系吉祥嘅意思。吉祥嘅意思噶，温兆伦咧，我都觉得阿华健嗰个系啱嘅，华健啱嘅，皇帝应该即系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嘛，即系唔会系九岁九岁九九岁噶嘛。后边嗰啲有冇补充？系终于呢边嘅现场观众啦。我谂呢个钟系要嚟结婚用嘅，事关多数开门利是啊，通常系9999。哦，即系代开门利是。你会啊？请问呢位观众，你结咗婚未啊？未啊。哇！咁你要儲好耐喎，大佬，成盆水咁樣俾嗰啲姊妹話嚇。到你哋有得補答，你哋咪答答。我咪呃情啊！嚇，呃情。你覺得係呃情啊？即係佢做嗰時候咧，就即係本來領咗萬嘅，少咗一斤，係嘛？咁啊，為咗補鑊咧，我話俾人聽就係即係長長久久。其實呃情，實在係呃情，即係真係眼瞓。Judy 咧？我想是中國人是很喜歡用九的嘛，三三不盡，六六無窮，即是全部都用九字來做單位的，我想是這樣的意思。這個呢，
因為天上有個九天玄女落咗嚟啊，係九天玄女。那個鐘原本真的是一萬斤的，是因為個靚女駕臨咧，咁啊劈咁啊跟佢啫，即係走就佢咁解。壓錢嘅壓錢。好啊，咁嗰邊嘅觀眾，我諗咧中國人習慣係謙信啊，咁咧太過完美咧就變咗人哋唔即係唔好似好叻咁驕傲咁，所以咧佢唔敢做到一萬九十九就夠啦。即係比較客氣啲，等人哋即係唔好去到盡曬咁解，係比較謙遜啲，留一線比較好啲。日後好相見啊！係啦，冇錯啦。特級獎嗱，個個講出嚟咧都真係幾似層層嘅，咁啊正確答案咧等電視機講俾我哋聽啦。係啊，答案。因為古代天子被稱為萬歲，而天師雖然涉伏妖魔界，但係始終比天子低一級，所以注中。只可以做到九千九百九十九斤，唔能夠做足一萬嘅。但係佢哋都想唔俾二百人㗎啦，係藝人隊二百蚊，名人隊啦，好有創意，五十啊，好有創意，唔準確，但係好似層層啊嘛。呢啲分分鐘，如果阿陳飛寫出嚟啊，全香港人信曬，真係好，五十蚊啦，好啦，好啦，咁啊，即係話，即係呢個回合咧，就係總結落嚟咧，藝人隊嘅分數咧就係，哇，爭百，你唔使裝啦，係一千六百分，而名人隊嘅得分咧就係一千七百五十分，搞咗你先啦，一百五十，唔使驚。有好多機會追嘅，仲有兩個回合，係嘛？我哋廣告翻嚟有魚目混珠啦，同埋歷史常識大挑戰，一陣見。好，唔好走開喎！江山如此多分支，全港狀元爭霸戰，因為反應熱烈，特別舉行第二次面試。今個禮拜六下晝兩點到四點，到清水灣電視城接受甄別。好啦，又到咗我呢邊現場觀眾嘅問問題時間啦。咁我想問咧，喺戰國時代咧，齊楚燕韓趙魏六個國家咧就用咗合縱呢個方法咧嚟對付秦國嘅。咁咧而秦國又採用咗張儀嘅乜嘢方法嚟瓦解呢一個合縱運動？哇！好易啊，好易啊！哇！咁小手嘅。黃色衫先生，我第一個見到你啦。黃冷衫。黃冷衫啊，最快佢。係。你可唔可以行住啲？我上嚟啦。跌親嘅咁樣。嗱，冇錯啊，你嘅答案。連環啊！恭喜你，好啦，咁啊，翻嚟咗我哋到魚目混珠呢個環節啦，我都話啲觀眾係好叻噶啦，係，咁咧就玩法已經解釋過啦，就係有八對咧，十六個可以配得到對嘅，有直接關係嘅，即係唔能夠話係虞元姬同埋呢個阎婆惜兩個都係女人，咁就可以配一對唔得，係嘛？咁而家咧，請各位睇睇嗰個。燈把考記憶力，同埋考你哋嘅聯想啦，答案先啦。好，睇睇個二十格答案先。分別咧就係有鄭和、壁上梁山、田橙、本草綱目、石旗、書聖、南朝、廉頗、陳勝、李時珍、七次下西洋、項羽、羽甲、五岳、梁啟超、宋齊梁陳、烏江自刎、王羲之。赴京請罪和華山二十個答案嘅，好，而家咧又係鋤強扶弱，藝人隊落後八五分，俾你揀先，唔使舉手噶，你揀先，俾機會你哋追，一啊，一，好有信心喎，周華，一就係鄭和，十一啊，十一就係七下西洋對嘅一百分，中，可以臨中，再揀，可以臨中，誒，五，五，五，温兆倫話五，十世石旗。十三就應該是乳甲啦，石旗子甲，係非常之靚嘅。我明，我食過。啊，沙田乳甲，仲有六啊，六就係書聖，十八啦，十八就王羲之對啦，書聖，咁啊又係三百蚊。但係咧，臨三次中咧就要俾名人隊啦，你哋啦，各位揀啊，十七。十二，十七烏江自刎啊！十二，哇，又係送俾自己言嘅，哎呀，西楚霸王烏江自刎，繼續，四十，要你哋話先得，嗱，佢哋可以提，不過講要你講，四，十號，本草綱目，十，李時珍對嘅一百蚊，再揀一對，拉住一次機會，仲有一次機會，八。
八同十九。八就係廉可，十九就負荊請罪。對啊。好啦，三次機會贏咗。三次機會包埋俾佢啦。藝人隊。藝人隊。應該就剩翻。剩翻兩隊嘅啫，應該就。點解我哋記到都係佢哋記到嗰啲嘅？咁就叫國安天命啊！周華健呢樣嘢嚇。係幫你唔到。係。七人都答中五對啦，加咗500分啦，咁即係2100分啦。名人隊咧答中三對，加300分，即係總分2050分。真係五隻啫，呢啲非常緊張。下一個歷史上邊大挑戰咧，哇，戰情就緊張啦，馬上送上。兩隊分到咁接近咧，呢個歷史常識大挑戰呢個搶答問題嘅環節，就一定非常之鬥爭劇烈啦！預備好未？事不宜遲啦！扣分㗎嚇！如果你一撳咗撳咗咧，答錯扣分，撳咗我就唔出聲嚇，就由你估我題目係咩？呢個題答案咧標準係以我呢個卡為準啦嚇！預備好未？唐代有一種瓷器，上面有黃色、綠色同埋紫色三種顏色嘅，有嘅。名人隊，黃三彩，對啊，對噶，對噶，對噶，100分，陣氣好嘢。桂圓即係乜嘢嘅生果咧？名人隊，係龍眼，龍眼係對噶，100分。桂圓咧通常係藥材鋪啊，叫佢做桂圓啊，快啲叫龍眼。激憤係冇用。請大家去睇睇螢龍螢光幕，喺呢個兩個簡體字係。名人隊係撲滅，撲滅啊，對噶，哇！喺大陸拍戲都開嘅人都知道啦，嚇！廣東話叫做騎樓嘅嘢，普通話應該點講咧？引體，係引體，引體都對啦，啊！露體都對噶。答乳房嗰個要扣分嚇，清朝中葉曾經發生。過英法聯軍之役，當時聯軍攻入北京城。八國聯軍就未答完。係繼續啦，繼續啦。鴉片戰爭，林則徐咧為民除害。太平天国冇份。撞啦！清代開始冇啦。100分，你哋可以補答。估我嘅問題係乜嘢咯？你可以唔補答都得嘅。我哋都唔可以答錯要扣分嘅，唔可以再講啦，答錯要扣分。八國聯軍啊，棄權啦，棄權啦，棄權。棄權。嗱，我讀埋嚇。清朝中葉咧曾經發生英法聯軍之役，呢次戰役咧叫做第二次鴉片戰爭，有啲歷史家叫做第二次鴉片戰爭嘅。當時聯軍攻入北京城，燒咗佢中外文明嘅庭院，叫咩名咧？叫做圓明園。你答義和園照扣，所以唔好。好彩啊！我叫袁明遠，頭九百分，好在冇答咁刁機。請睇熒光幕，畫面裏邊嗰個人將只腳咧就埋咗啲沙裏邊，佢係做緊乜嘢？藝人隊，藝人隊，無聊因為醫病啊，醫病係對嘅100分。呢啲係新疆嘅火州嘅少女，據説話咧咁樣去醫咧，有啲似鹿兒島嗰啲熱沙。係咧，對風濕關節炎啊，或者各種痛症咧係有效嘅。我而家申請緊去同埋啲少女一齊擺我哋痛風腳入去，係一百分。你都好翻啊！嚇，夢紅之喜係攻破人哋，名人隊，名人隊，生仔，生仔，生仔對噶對噶，呢個係《詩經·小雅·詩幹篇》嘅一句，個為紅為悲，男子之長，100分。
對㗎對㗎，好啦，阿加到分啊嘛。請問佛祖釋迦牟尼喺邊棵樹度成道？藝人水菩提樹。菩提樹對㗎對㗎。咁啊，原本個名咧叫做係不撥羅樹嘅，因為佛祖喺度成佛，所以叫佢做菩提樹。菩提嘅意思即係覺悟咁解。本無樹嘅。咁啊，一百分係啦。請睇睇熒光幕呢、這個幽靜嘅幽字。哎呀，哎，名人隊喎、啊。啊，係。我哋咁咧。名人隊先啊，講先啊，佢哋咁樣先啊。咪邊個答邊個俾阿哥講先？哦，藝人隊先。藝人隊先。係佢哋仲有燈先。跟住啦。僑師部首。腰字部。僑師。腰字部。腰字部啊，係對㗎，一百分。好呀。我哋成日形容人咧嚇驚惶失措嘅心情，話人哋六神無主，六神究竟係邊？係膽、心、肝同埋乜嘢咧？誒、哎，藝人隊。誒、哎，藝人隊。喂，你哋啲手都唔撳耐嘅。肺腎咯。嚇？肺腎。哦，係。膽、心、肝、肺、腎仲爭個。脾。脾一對啦，一百分。脾、肺、腎。請問中國啲古文裏邊或者詩裏邊啊，啲古詩裏邊？成日提嘅蹴鞠係咩昆蟲嚟嘅？係名人隊。名人隊。蟋蟀。蟋蟀冇錯啦，好多名嘅蟋蟀，又叫蹴鞠，又叫做吹鞠，啊，又叫做弓，啊，好多名，一百蚊，係啦，招鞠就冇，係。咁咧，話人哋某某藝俾到分未？一百分俾到啦嘛，名人隊。話某某界嘅泰斗，譬如話陳飛啊，報界嘅泰斗，即係話。最叻，最叻，成就最高，冇錯啦，即係泰山北斗，係嘛？東岳與泰山同埋北斗星咁嘅合稱，對嘅一百分。司儀界嘅泰斗啦，唔敢唔敢唔敢，我係司儀界泰斗後邊嗰個。請留意熒光幕，請問呢兩個字點讀？藝人隊。忐忑啊，對嘅一百分。上心下心係錯嘅。我係睇歌詞學翻嚟嘅呢個詞。絲同埋竹係中國樂器嘅其中一種。名人隊。竹，係對唔住，係咧，名人隊。絲同埋竹係中國樂器嘅兩種嘢嚟嘅。係。你問曬嘅。係。竹咧就係管樂器，係燒嗰啲笛嗰啲嚟嘅。係。絲咧就係嗰啲二胡啊、阿琴啊嗰啲係弦樂器。對。好嘢，鼓掌啊！一百分，因為我本來係問竹係代表管樂器，絲代表咩咧？佢全部同佢刪曬，係咁啊！唔俾一百分佢都唔得啦，名隊。好啦，《清會典記》哇，好似啊，關爺，喂，整多句聽啊，聽佢聽啊。原來呢個就係口技泰斗嚟嘅，關鍵係啊，真係好嘢，你得嘅。《清會典》記載，清朝貴族女子為在公主之下、宮女之上嘅，稱為乜嘢？名人隊。名隊。格格。對㗎，係格格，係香格格啊、安格格啊嗰啲咁啊。格格不入。清初年間，明朝部將鄭成功為咗繼續對抗清朝，曾經率兵退至台灣。嗱，當時台灣係俾人佔據咗嘅，係咩人？係名人隊。荷蘭人，冇錯啦。對嘅，有一百分。咦，鐘聲響咗咯喎！已經鐘聲響啦，應唔應該問埋一條咧？唔應該啦。唔應該啦。應該。咁啊，睇睇啲分數係點樣啦？咁啊，睇啲藝人隊先啦，佢哋比較低少少讀先啦。2700分。係，都好成績。名人隊2850分。恭喜名人隊！換支名人隊今日咧就可以攞到我哋嘅冠軍獎品啦，就係由。Dream 送出18K 金鑽首飾，總值15000元嘅合共，多謝恭喜名人隊！而今晚江山兒子多芬大獎得主咧，就係蘇東海先生，佢咧就係話故宮裏邊嗰啲缸係用嚟裝水救火用嘅，完全中啊！對㗎，請蘇生慳你兩毛啊！多謝多謝，恭喜恭喜！多謝。好啦，嗱咁啊，再提大家一次咯，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參加呢個全港。狀元爭霸戰嘅話咧，記住今個禮拜六下晝2點到4點喺清水灣電視城嚟面試。嗱，記住啊，額滿即止啊！係各位咧，千祈唔好放棄呢個機會嚇，希望咧到時見到你，因為咧呢個狀元爭霸戰好多獎品嘅。
好啦，今晚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非常多謝各位莅臨，多謝我哋啲嘉賓，啊，多謝，多謝曬個，同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即係星期四嘅10:15，江山演出班再見，多謝各位，拜拜，拜拜，thank you。